啊，你无要去，啊，无敢要叫我陪你去上课。叶兰，我俩准讲你找柯伟有什么代志，对来关心一下。原来是因为这件代志哦。我就是袂放心了这个人，四处跑跑走啦。伊爸带来这囡仔吼，绝对袂当任何事搞惨啦。就算是安尼，你嘛袂当叫别柯伟安尼做啊。啊，无安尼好啊，我这个做囡仔阿妈，陪两个母仔囝。若是你若无意见，我当然嘛无问题。乐乐，啊无，互阿公陪你上课，应该袂要紧啦吼。其实我会当家己去啊，阿公这么无闲，我无想要麻烦你。你唔免客气啦，我若无陪你去吼，恁阿伯袂放心啦。柯伟，朝恁精神啊，紧等。马尔公子，求您清醒啊！你嘛看到哦，在柯伟心内只有乔林一个人。你为着要保掉腹肚内底的囡仔。放弃治疗，但囡仔生来了后，同款是爱跟阮哥家出路去啦。我即马苦劝你，较早想较开的，莫对客户有任何的期待，若无最后受伤的，也是你家己哦。爱我甲哥家出乎你，我是囡仔的妈妈。我哪有可能这么简单就放弃一个囡仔？把囡仔白白送予你，你嘛想过天真？既然您对我这么无情，那安尼我会予您知影，什么叫做请神容易送神难。对啦，恁会回去啊？你放心，甲乐乐交我。好了，乐乐，你放轻松去上课，爱记你哦。你的情绪有些影响到囡仔，知影无？我陪你去妈妈教室。我想要去洗手间一下。我陪你去。不用了，我等你就回来。我在这等你。是啦，你怎么刚来说，心跳都有不爽快不？小林，你讲啥？淑珍，小林今晚什么状况啊？你那无头讲话？这就是中风的后遗症。小林因为左脑神经受损，导致右半边的身体瘫痪，没有知觉。还有一点语言上的障碍。
边啊，进行就好，进行就好。小林，以后你只，你可能一千块，我不要紧，你放心，我在的，你放心。以后大刚哦，我会陪你做父亲，你到你好起为止，好不好？严巧玲，是安怎你要精神？是安怎你要这么阴魂不散？我爱和我甲柯威一家团圆，我袂当可能受你安尼霸占柯威，我一定要甲柯威抢回来。其实我们这里病啊，那卧床的病人血液循环比较慢了。对了，这两天哦，天气较冷，我有准备电热毯给巧玲，啊，伊当摕来用。爱记哦，每当家己伊右半边身体，那无可能上少伊无尴尬。说这么多啊，多谢你。效果瘫痪的病人哦，真侪要注意啦。等下你不要去提微笑单，我再顺续教你一挂护理方法。哦，小李，医生好休困，我甲苏总去提物件，马上回来。严巧玲，
从哪边来啊？这个有好像就严重的呢。医生，我今麦总看怎啊？你只受到车祸撞击，你出血较严重，你那无办法都补掉啊，要做人工引产，那无我今拢会无命，所以请你先签同意书，我们先动手术。医生，有发的先生受伤大意，阿姨的大病即马在挂过来啊，啊，敢会当等伊大病来了后再来讲？若果继续等落，无得机会，对伊的性命会造成真大的威胁，恐惊无可等落啊。敢真正来签？你嘛算个亲人，由伊来签，阮要把握时间啦。是安怎发生这款代志啦？有啊，啊，多谢就去，是不是医生？啊，医生安怎讲？妈，医生讲，吴欢内出血真严重，囡仔保袂掉啊，啊，人工引产，才会当救吴欢的性命。医生拄则叫我签的同意书，所以我，无啊，你哪唔等让阮过来啦？啊，无定代金签哦，会保掉囡仔啊。唔等啦，社会啊！大姐，先扶妈一下。妈，啊医生安尼讲，啊美姬关于签同意书，一定是时间无法度搁等啦。啊签这同意书至少会用先把吴花的性命保护掉，这嘛是无法度的代志啊。那我是，我嘛赶快来签同意书。该安怎贡献保条无法的性命较重要？问题是，是安怎？你一定要害无法叫车弄啊！这已经不是头一遍啊嘞！特别你两个冤枉的了，你就送伊叫车弄，你真正爱这么粗残哦！你一定要看到无法叫车弄啊出代志，你才甘安心啦！好了，阿姐，你们俩坐了，你身体不用照顾，你起码这两个动真危险。这个，哎，美姬呀，啊，你看吴欢两个人斗阵，啊，就敢那小拍鸡啊，啊，拍啦，要拍到对方死，你才甘愿哦。啊，什么你甘愿啊？吼，啊，吴欢的囡仔无去啊啦。美姬，恁是有个什么代志去上队？之前伫实验室的时阵哦，你都已经真过分啦。你当场无无法面子，啊！即摆是有啥物代志，你找伊麻烦。我无要找伊的麻烦，我发现伊私底下用刀子做，这种行为真正就离谱的，我才会跟踪伊，看伊到底想要创啥。结果伊发现我，经常当生气，才会跟我起冲突。后来则。就算讲哦，伊请人食一下饭啦，安尼敢袂安怎？啊，不过伊发现讲伊互你跟踪，伊当然嘛会生气。啊，佫有啦，你是凭啥会讲吴花伊是见笑当生气？是咧见笑安怎的？啊，你即摆有任何证据能证明讲吴花佮伊搭个主伊有甚物不良的企图心？你之前啊，就处处咧针对吴华，已经互你布告，迄几个人迄情绪啊，伊是紧张起来，几个拢咧紧绷啊。即摆佫会发现讲哦，你甲金总伊当然会掠，讲会失去控制。我之前甲你讲话，大家拢是一家伙，唔通一直安尼怀疑。是安怎你会像尔坚持要针对伊？你到底要我安怎做啦？阿帅唔知啊，伊哦。就是惊损失到钱，损失到迄研发利益啦。无安尼啦，我迄份哦，我拢给你，我一千五哩，我拢无爱滴，我干来拜托你，
你让吴化贤安尼平平安安，阿公，你把我囡仔还我，安尼会还来无？啊！我真正无要害我受伤。你哦，啊，特别若发生代志，就讲我唔迄个意思。你这个囡仔吼，不受教啦，人讲话拢无要听啦。我对你哦已经真失望啊！什么人跟你做伙哦？什么人让你担水？妈，完了，你即摆啥拢卖讲，甲讲哦，还是赶快遐代志。即摆干那希望，无法手术的结果，无法伊是平安无代志。我看你也是先走了。你继续留在这，至少妈个担心你继续去。大通，我真正无超过伊要害吴花受伤，迄真正是意外。受伤是意外，啊，不过你偷偷跟踪伊，这都不是意外，这是用个片面的冲突。刚刚你知影吴花私底下偷偷约大车渡出来见面，你嘛袂感觉足奇怪的，嘛袂想要甲群众了解原因。那恁你是啊，无伫第一时间甲我通知，你要家己去处理。你认为你家己的能力有够，啊，不过最后代志拢让你母甲无法度收煞。我知道你的用心啊，动机拢是为着我好，啊，不过你安尼做，煞处处咧伤害咱的公司、咱的家庭，是安怎？你就是唔肯相信我。当这度，伊甲我有签保密条款。唯有效果，伊真正承担袂起。有花果哪有栽条，开果好的条件嘛是同款。而且这款程度，伊无需要为着一寡小小的利益，伊就将家己的名声甲前途拢赔惨了。而且，伊跟我实在这尔久，伊跟我是长期配合合作的对象。这个产品，伊嘛研发真久啊。你想，伊敢有可能伫个关键的实验要通过进程来自毁前途？啊！不过你拢家己想家己对，你会认为吴花真正这么有才调，有法度把整个研发团队拢乌合走，所以家己走去到吴花厂。你敢知你安尼做，唔呐增加我的困扰，对大哥特度来讲，嘛是侮辱伊的人格。就因为你的自以为是，你造成偌济伤害。敢有说我即马一条一条甲你变故笑，讲互你听。我。即卖意思就是叫我把我对吴花的怀疑全部都放下，唔去保护大通集团甲这个家。吴花的问题，我已经跟你讲过足侪届啊，伊大概拢甲我讲你会处理，啊，不过你拢无处理，我唔只会家己去解决。我敢无处理？还是讲我亲像你安尼，小林刷一定有这么侪动作，才叫做是处理。要了解你的进程，敢毋是应该先轮咧去观察落清楚，才有法度一出手就抓着。啊，是讲啊像你安尼嘻嘻叫大细声，听一点仔动静尔，你就马冲马抬，结果该抓也无抓着，颠倒引起一挂无必要的伤害，不过大家拢无法度好好过日子。我来处理就是，当吴花有确实的行为的时阵，我才来处理。阿未找到真正的证据，千万唔通打草惊蛇。结果，即摆让你母亲无法落体，大钱失去伊的囡仔，妈妈这么痛苦失望。无法伊犯罪的证据，拢阿未找到，你就确确实实害死一条无辜的性命。安尼你敢讲你有道理？嗯？母讲安尼你有道理嘛？必须无道理呀！对，我讲袂过你，阿唔过，阿唔过，阿唔过呐？哎，我即摆卖讲，我听你讲，若是你有才调啊，讲到我心服口服，我无法度甲你。我即摆虽然妈面头前替你讲话，嗯。
等你回去，老林家己较注意。我若是无来上课，我拢唔知啊。原来怀孕爱注意这么侪代志。王小姐，你的状况较特殊啦，所以有新的规定吼，会比别人爱注意佫较侪。啊，你若有甚物问题吼，做你来问我袂要紧，我会尽量甲你斗相共。多谢你，我真正感觉我真好运，有这么侪人关心我，你给我的力量。一定会让我更加勇敢，我一定坚持到顺利把囡仔生下来。有你这么坚强的妈妈吼，这个囡仔一定会平安出世啦，祝福你哦。多谢。啊，我先来无闲，啊，你顺行。喂。柯伟，啥？巧玲被电烫着。咱着两人唱好伊水水，爱阮麻烦通知阮一声，送你送个酒。好，断！你搁叫抓着狗啊啦！白天真。这就叫做针孔摄影机，因拄仔所做的代志拢落去啊！你干什么？打人！打人！曾珍妮，你破坏我的家庭，还欺负阮爸，今仔日我咧受着教训。三弟在台干杯。